欢迎大伙准时到。嚯，你这是动物模仿吗？去一边去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，辣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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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吃什么了呀？啊啊！我先喝口水啊。什么事儿啊？哎，我嗯，好多了，好多了，好多了。这不，中午刚刚吃饭，着急，跟咱们摄像组那帮人，我一直以为啊，主持人在吃午餐的时候，就像狼一样，速度快，因为马上就得上节目。对，摄像团队，你看像狼狗似的，哎呀，那扑啊，哎呦我的强啊，真的。当时嘛，哎呦我天，小寻他们，哎呦我天，抢的，我一看我说我就吃不上了，粉条炖肉，你说我是吃粉条还是吃肉？肉，我正长个呢，对不对呀？我还是个孩子，你多大了？你还长身体？我得吃点肉，我得吃，就说你馋不就完了吗？我一看这肉没了，哎，找出来一块，啊，上面还有点毛。没时间了，来不及了，万一谁抢去呢？咔，到嘴里了，香吧？辣。姜块。亲爱的脸，有一句话我不得不对你说，我的人生一直在你的阴影里。天哪，我也没有把你怎样啊。你这么胖这
这么高，一直我就在你的阴影里啊。剑南 style。
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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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脚欠手欠都可以，千万不能嘴欠。说自己，也可以这么说吧，就是沉默是金，话别多。是你说话的时候你就说话，不是你说话你闭嘴消停待着。这是又出什么事儿了？昨天嘛，就在家楼下遛弯溜达。哎，眼看啊，一个大爷，哎呀，虽然白发苍苍，但是长得特别精神，哎，是20多岁小伙子。心情也好，然后又溜溜走到大爷身边，哎呦，老大爷，真的，这不孩子特别佩服你，你想，你看你这么大岁，仅有70吗？我的天哪，你说你长得比我还年轻，你知道吗？瘦白发没见过呀。怎么回事？啊？以你这种状态能打比赛吗？啊？我问你，你投的是球还是投的是绣球啊？你，啊？怎么教你的？动作一点也不规范，腿比开，别比太大，再收回去的，腰往后使劲，手举起来。好，相信你，相信你自己是最棒的。咱们再来一次最完美的投球，好吗？教练，什么样的是最完美的？无论你投进了还是不进，只要有观众的呐喊声，那就是完美的。好的，教练。太完美了。夏林，新向亮，今日走了，明天到。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再见。看好您的表，千万别迟到。明天见，拜拜。